个20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放在心中，所以这次很开心能够用歌声传递一些温暖跟爱。老天给人们偶尔一些痛，凡人就得开始做功课，胸襟越磨越宽，胸越自由，脚步也会变得更从容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